认识佛教中说，观音教我们大慈大悲，大势至教我们一心念佛，说一句佛号就能成就。但是一句佛号啊，就是小乘，加上观世音菩萨就变成大乘。请问，为何但是一句佛号说小乘？这个话是方便说。实际上大小乘是在我们自己发心，我们这一句佛号专门是为自己，求往生的，希望这个离苦得乐，这是小乘。如果我们这一句佛号是希望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有成就啊，再回来度这些苦难众生，这就是大乘。所以此地方便说呢，这个大师教我们念这句佛号，那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，教我们要发大乘心呢，不完全为自己，要为苦难众生，有能力一定去帮助人，在这个世界没有能力嘛，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求学，目的是要来度化众生的，这个就是大乘。